人超级大。现在在附近工作，来，等一下前面有家包包料店，我们去买张包包料。好，我要14号，14号还有。好，14号。嗯，500块。来，300张，自己中奖喽。哎，看镜头！哎，看镜头！各位，接下来我们来刮这张黄金满屋，这张选的是14号，没有什么特别意义。我有点忘了，为什么选14号？不是啊，好像是因为我那时候想到说我生日是14号，所以买14号。这张比较难玩一点，我感觉不是很好玩。等一下，对，不对哦，对，刚刚刮错了，我们等等规则，我再重来一次。我应该先刮你的号码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刮。我看一下第一局有没有32有，那个04我刚刮错了，第二个没，第一局看起来这边有12，但是没有01啊。34也有，哦哟，可惜啊，可惜，没有，01刮错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局，08，08有，02有，37好像没有，20也有。啊，又少一个，差点就300，没有37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局，14，没。好，第三局可以放弃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局，40有，04。有13，没有啊。让我看简单一点啊，这个第四局，36有，41有，26有，差一个，37有没有？有没有37？没有37，我们就死在这个37身上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刮这个10万块，要看一下，12有啊，那这个17没有，那我
我们挂这个第六组，33，没有。对，对，认真看一下，发现这张我没中奖，我还是找一下。少了、啊，未中奖，各位，这张没中，相当可惜。好，各位，喜欢忘记了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回再见啊，各位，拜拜。